好啦，各位，哇！咁我而家就身处喺利敦道后边嘅后巷啦。咁啊，依度都环境都恶劣啦。啊，随地嗰啲厨余都就咁摆咗喺地下度噶。咁啊，嚟呢度做乜鬼呢？咁样就系去睇下个防空洞啊，那个入口啊，系点样呢？咁啊，其实啊，打二次世界大战之前，咁就政府就修建咗为数不少嘅防空洞啦，喺九龙同埋香港区一带啊。嗱，依度就系嗰啲露宿者屋企啦。哇，依度就有人啊，跑上去嘅。咁啊，经过呢个维修梯又跑上去啦。咁就配水库嗰边嚟嘅，上去嘅话。咁啊，讲翻个防空洞入口，咁就喺前面啦。咁就啊，喺弥敦道后边都有个防空洞入口，咁就都几特别咧。咁就前面个铁门里边，咁就验证锁上咗噶啦。咁就可以好里边就流紧水出嚟啦。咁就呢个门后边就系啦。咁就唔知见唔见到啊？咁就窥探下里面都见唔到噶啦吓，就锁上咗，咁就继续流水。咁就依个防空洞嘅出入口得一个啦吓，咁啊以前嘅红砖啦喺度啦，咁啊。之前有人曾經擺過啲雜物入去嘅，咁啲單車啊、廚餘啊，咁所以裏面嘅環境都比較惡劣嘅，咁就好多嘅曱甴喺裏面啦。就係呢個門後面啦，我哋繼續行咗上去先，經過咗先。咁就頭先講起啦啊，咁就政府嗰陣時就喺呢一帶就修建咗啲防空洞啦嚇，咁 裏面嘅話就入到去可以 T 字咁樣啦，咁就左右邊都封曬㗎啦，咁就可能係近山或者係起嘢嘅時候已經破壞咗防空洞嘅結構啦，所以就比較短嘅依條防空洞。咁啊，而家依啲都開始噴漿噶啦，依度啊，依個山。咁啊，頭先都介紹過啦啊，咁就依個係其中一條嘅防空洞嚟嘅。咁就喺前面都有一個入口嘅，咁就而家帶大家去睇一睇。咁就頭先喺講啦，咁就喺九龍同埋香港區有新，即係有設立到防空洞啊、防空隧道依樣嘢，就逃避啊二次世界大戰嘅空襲啦。咁就喺九龍區依邊，咁就有九龍公園啦，咁就前身係兵房嘅，咁就有兩組啦，咁嘅防空洞喺地下做嘅仲現存啦。咁啊，除咗依邊頭先睇咗嗰道之外咧，彌敦道之外咧，仲有依一邊嚇。跟住喺紅磡嗰邊啦，七鹹道嗰邊又有嘅。咁就已經冇咗嘅就係何文田站嗰一度啦。咁就起咗何文田站之後，就已經嗰邊嘅防空洞就已經係冇咗噶啦。嗰邊嘅防空洞咁就有少少特別嘅歷史嘅。咁就其實日本佔據咗香港之後，就嗰一度咧就擺放咗一啲炸藥啊咁樣嘅，並不開放俾市民進入內啦。咁啊喺盟軍空襲嘅時候，咁就因為市民啊就冇防空洞啊，因為防空洞已經俾日軍佔領咗，擺咗啲炸藥嘅，咁樣就導致啊盟軍大空襲嘅時候啦，喺紅磡區又
造成好大嘅傷亡嘅。咁啊，更加啦喺嗰個防空洞，其實啊，唔知咩事就觸發咗場火警，咁就其實嗰啲嘅炸藥啦、啊、都燒到啊，成個防空洞都黑咪掹嘅。咁啊喺啲相片裏面都可以清楚見到啊，嗰陣時燒過嘅痕跡嘅。咁啊，說時遲那時快啦，行咗大約一兩分鐘到啦，咁就行到去街尾啦，咁又嚟到一度，喺間學校嘅嚇油麻地街坊會啊學校啦嘅隔離就係另外一組防空洞嘅，咁就喺度啦，咁就依度就可以去到加雪居道嗰邊嘅，咁就而家都一樣啦，鎖咗。咁可唔可以窺探到裏面呢？咦，都可以睇到少少嘢喎。睇下又話防空洞啊，又濕又黑又猛鬼，大家睇下見唔見到啦嚇。咁啊，出翻嚟啊。咁啊，喺個窿仔度窺探過嘅，咁樣就其實啦，裏面嘅環境就比頭先嗰條咧就異常地乾淨啦。咁啊，都是一樣的，這一條的防空洞那就都是短的，那就走到我想大約二三十米乜都走完的了，那有一條路，另外那邊加士居道那邊呢都是骨頭的，那就出入口只剩下這一個，那就學校這邊啦。咁就係啦，咁就而家現存嘅依一帶啦嚇，彌敦道嘅一帶啦，即係近住油麻地佐敦依一帶，就剩翻依兩條嘅防空隧道啦，咁就仲健全嘅。咁啊，嚟得依一度就講埋少少。咁就而家眼見一棟大廈啦，咁就當年啊好著名嘅油麻地鬼手啊嘅事件，咁係咩呢？咁就已經改建咗㗎啦，咁就以前有大約啊我諗三四層樓高嘅建築物喺度嘅時候呢，就話啊就打電話去叫外賣，咁樣就發現咧就嚇、啊、有人開門嘅，即嚇係有人開門定冇人開門？係冇人開門嘅。咁啊久而久之啊，就點解有人喺度打外賣送去嗰一度？咁就話嗰度就係一個空宅嘅現場啦，係啦，跟住又就引起廣大嘅報章嘅關注。咁就後面就係油麻地天后廟嘅，咁就依度就係眾芳街啦，咁就依度行上去就係當年防空洞嘅位置啦，咁就啊依度變咗啲打卡位置㗎啦，咁就有啲好特別嘅繪畫喺度啦，咁啊之前都想睇下依一邊有冇特別嘢，但係行過一轉都是一條很普通的後巷，並沒有什麼出入口在這裡，他說變成有人在這裡住現在，那就沒什麼特別啦這裡，那啊再走一走去看一看還有一點東西，就完結這個這樣的片段了。就頭先喺學校隔離嗰個防空洞，咁就曾經喺短時間內咧係存放咗醫療嘅雜物啦，咁就因為上面已經係伊麗莎白醫院啦，咁可能就係冇位擠嗰啲雜物嘅時候，又徵用咗啊防空洞嚟做擠雜物嘅。
咁就而家行去就係睇下嗰個封咗邊加士居道嗰邊嘅出入口係點樣啦。咁啊，其實好多嘅歷史照片都會見到個防空洞，加士居道防空洞咧喺度嘅。咁啊，依個位置又係個油站啦，嗰陣時啊。咁啊，前面轉彎就到噶啦。咁就其實啊，以前嘅話就有一個界石喺度附近嘅，咁就俾人拆咗啦。咁有嚿石頭又俾人抌埋啦，嚇。咁啊，地界嗰啲石嚟嘅。咁啊，再睇下。咁啊，之前依度依幾嚿石柱嚇。我真係唔肯定依啲係咪後期嘅工程啦，咁樣就啊，因為星街防空洞都係有類似咁嘅石柱啊。咁啊，依度有好多之前有啊新造材嘅筆跡啦，咁喺呢幾條石柱度啊，咁樣就可能俾人抹走咗啦嚇。之前有一段時間係重建天日咗一排啊。咁啊，依度死咗學校範圍嚴禁土污，咁就我哋到咗就係呢一度啦。咁啊，其實依度嘅牆嘅背面就係當年嘅防空洞嘅入口啦。咁就而家眼見一半牆乜都冇啊，仲有幾個窿喺度咯。又有幾個窿喺度咯，咁啊有啲窿嘅好處係乜嘢咧？咁就啊通風啦，啊裏邊嘅空氣唔好咁局促啦，等維修嘅人員入去嘅時候啊，可以多啲嘅空氣流動啦。咁又其實呢度都睇到啊，有幾個窗喺度嘅，隔住個鐵絲網睇一睇啊，有新入嘅窗啊，見唔見到？咁又裏面就係啊防空洞啊，咁又頭先正如我所講啦，行咗都唔使一分鐘就一至兩分鐘啦，一分鐘又誇張咗少少，咁就一陣嘅時候就已經嚟到依一度啦，咁就裏面都係30米左右啫。我再揾多一次睇下有冇啊真造材嘅筆跡啊嚇。之前就喺依幾條柱，哎，依度有少少啦。啊，依邊都唔係，依個係人地。咁啊，可能真係冇咗咯喎。之前喺度有嘅，咁啊，地界石冇埋。咁啊，今日嘅係咁多先啦。咁就介紹咗彌敦道兩組防空洞俾大家睇啊，咁又多謝大家。